啊，大家好，我们是琴头，我琴头，你是琴头，我叶河，哎，叶河，你要不拿个纸？怎么着？你是嫌我鼻涕虫？不是，我怕你鼻涕。说着说话，鼻涕就流出来了。我是对不起，我今天稍微有一点点小感冒啊。非常性感。哎，对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不知道？今天这个，主要是一、二。四五，就像你上次那个让你比的耶，这样，那个叫摆烂，不能说是吧？对。那哪有我已经说了？你说什么了？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习惯了，没有帮你圆，都得我帮你圆。你个兔子耳朵，不是应该这样的吗？你说的也有点对吧？对吧？那我一个纸节，一个纸，唱歌呢？你唱歌呢？让我唱歌，人家写的合唱，推锅出圈歌曲。我没有歌，我不会唱歌。有，那红歌。先拉倒。狼烟起，江山北望。你看看这个音色多么适合这个歌。你看，你就看着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，你看，我就特意没看这个东西，你就特意看了这种。对呀，你没看见，所以我跟你说呢。你这真是，哎呦，你有什么才艺？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。你管左手，你把放松这个手，你管左手，左手往里，对，左手往外，对对，换过来，然后再换过来，哎，不是啊，什么东西、啊？那你跟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这一，五，三二一，三二一，哎，我就知道你要做这个，哎，有点。我不烧啊，我烧我还能坐在这儿把你吃了。哦呦，让你看看吧。我们听着还好，只是会觉得就是声音有点低。就是比之前更有魅力了。对，对。什么意思？出男人啊！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们肯定会就是再合作。对。你看，哎，激动了，激动了。好啊，我们这边的老师，当然不是我们说要结束的啊，是我们老师要 cue， 可能一会儿有别的活动，对。